六粒嘅蒜头切成蒜蓉，大约有两汤匙左右。六条泰国红辣椒切碎。两粒车柠洗干净，揸出汁，记得要隔走核。两茶匙砂糖，六茶匙生抽豉油，一茶匙嘅鱼露，如果食斋嘅朋友就可以用一茶匙白酒代替，两汤匙大滚水，然后捞匀。泰式酱汁非常可口，可以配搭其他泰式嘅烤肉、烤鱼，又或者用嚟做火锅嘅酱汁。希望大家都喜欢这个酱汁，做多些好味的食物给家人分享。我们下次 Queen 记厨房再见，多谢大家收看。